是龙眼的季节。龙眼既有益脾开胃、补心安神、益气补血的功效。今天我们自己来晒一点龙眼干吃，做成龙眼干也比较容易保存。我们先把龙眼用剪刀剪下来，贴着根部剪平，避免用手摘，以免把壳弄破。然后我们再用清水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杂物。锅中放入适量的水煮开，然后关火，把龙眼倒进去，焖三分钟就可以捞出来。煮过后，果肉不容易发霉。剥一个看一下，肉看上去有点发白就可以了。把它捞出来，沥干水分，把它放到阳台上去晒。晒的过程中经常翻动一下龙眼，这样才晒得更均匀。这几天天气都特别好，这个是晒了七天的龙眼，剥开看一下，晒得好亮，连续开了几个都很好。喜欢的朋友你也试试吧。我是兰子，谢谢点赞、收藏加转发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。